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在找我害人了？不就是想让我推你一把吗？聊流产什么的。喂，是秦赫伯家属吗？秦先生受伤住院了。什么？不是，你没事吧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这头都能疼，怎么被砸了？我没事啊。没事就好，吓死我了。不过。 你是谁啊？你是我很重要的人吗？啊？我们之前很熟吗？你真不记得我了？我当然是你很重要的人了，秦赫伯。你是秦赫伯？不是，你是秦赫伯，我是傅双双，我是你喜欢了很久的人。我喜欢你。 那我怎么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你不可以问我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段时间一直犹豫的。我其实早就不讨厌你了，我就是想等你出差回来以后就跟你说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你很久了，而且一刻也不停的控制不住的喜欢你。 柠檬，你来了，陈经理也在啊。曼慧是我心中最好的嫂的人选，她为什么不能在啊？柠檬，我以为今天你让我过来是想说我们……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哥现在都跟你分手了，请你不要再纠缠他。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些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什么聊的必要。你不能走。 为什么不能走？好，我帮你。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在找我害人了？不就是想让我推你一把吗？聊流产什么的。然后呢？还有血包。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伤害到多少人？夏姐，怎么回事？干嘛呢？那天我在餐厅看见她吃螃蟹，就觉得很奇怪。后来我在你那儿找到了她的体检单，根据上面的地址去找了医生。柠檬小姐之前一直在我们医院做体检，但是她没有怀孕啊。 而且这上面的签名，也不是我写的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 柠檬，你一直都在骗我，是吗？哲宁哥，柠檬的事儿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她怀孕是假的，我也不知道她要用这件事来害夏组长。陈经理，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很聪明，别人都是傻子？ 陈宁哥，你是不是误会我了？如果没有其他事，就先回去吧。现在还是上班时间。你。
我还没，你伤还没好呢。就是伤好了就可以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你伤还没好，我来关就行了。哦，那这边还有一点，麻烦你了，我伤没好。我手短，够不到，你来吧。好嘞，我来。你怎么没关呀？我受伤了呀，我手也短。我听说啊，他在美国的学费都是假的，他爸交了一大笔赞助费才让他进的学校，结果学业差，根本就没毕业。真的？唉，要我说，没有那金刚钻，别来这刺激我。谁说不是呢？到头来丢人的不还是他自己？盛总，这两天我们那边怎么样了？何志俊走了，柠檬小姐的状态不是很好。不过现在阿姨照料着，但是每天吃的东西还是很少。现在太晚了，你别走了，你在这儿睡。明天早上我们俩刚好一块儿去。嗯，好吧。那你先洗漱，我去收拾。这会不会显得我太主动了？不行。哎，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还这样，会不会显得太见外了呢？怎么了？啊，会太大了，我拍一下。我来整理吧，你去睡。我，行吧。芊芊，笑什么？芝宁，你像牛郎，我像织女，我们俩中间隔了一条巨大的银河。哎。被两个碗隔开的牛郎和织女会不会有点憋屈？要不然今晚咱俩住沙发吧。沙发？怎么了？太挤了。
没有啊，挺好的。嗯。